看到评论区有一个评论啊，能给我笑岔气，想看尖尖和绿绿绿一起吃饭，然后有姐妹说绿绿绿得饿死，可不就是嘛，绿绿绿他吃饭全靠舔，挖掘机一口就挖没了，你让绿绿绿吃啥啊，他吃啥。还有虽然家里的猫不多，但是他们是分帮派的，绿绿绿和又一趟他们是一个妈生的亲兄弟，他们两个关系好，可以吃在一个盆里，他们俩还有三花还有砂糖橘，他们是一个帮派，草莓莓和尖尖是挖掘机帮，看他们吃饭就知道了，跟个挖掘机似的，他们经常吃的就是这个 Zio 家的猫罐头，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主食罐，添加了新西兰四大超级食材，原料都是来自新西兰本土的优质鲜肉，94%的高肉含量，零谷物，零麸质，零胶质，没有别的添加剂，做到了真正的喂养零顾虑。其实草莓之前吃饭也没这么快的，他和尖尖一起吃饭，尖尖每次都吃得特别快，你放两个罐头，眼看尖尖都能吃一个半，把草莓莓急的，所以他越吃越快，不过还是抢不过啊，但是也不用担心草莓莓吃不饱，你就看他胖的，他肯定是有加餐的，草莓和又一趟每次见面都会碰头，所以他们俩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帮派，叫做碰头帮，但是草莓和绿绿绿的关系就不太好，他们俩偶尔就会打一架，每次都把绿绿绿气得骂骂咧咧的，所以绿绿绿和草莓尖尖一起吃饭是不可能的，还有尖尖他是会打绿绿绿的，毕竟在这个家里尖尖他谁都打，家里唯一能打得过尖尖的就是草莓莓，所以绿绿绿他敢硬刚草莓莓，证明绿绿绿他也是很厉害的，他该不会是想当家里的老大吧，啊拜拜。